起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你歌错总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下意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乱如常，云长心间可年轮，年方会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剑名月溪花尘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那才有鬼了吧。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父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小师叔，雪月，大龙向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走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又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。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杰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办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杰，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
懒得去。谢谢手下留情。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三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